前方车多，轿车慢速下匝道，与前方左侧白色轿车互相争道。到底谁先过？后方驾驶一个不爽，加速前进，双方爆发口角。你在我后面往前，你在我后面的，你插队，你刚刚明明我让你啊，我让你啊。怒火中烧，两边都说是对方插队，还扬言要叫警察。要么叫警察，我刚就让你进来，你不进来，怎样？怎样？叫警察！来者！原来两人都要下匝道，后车一度礼让，但疑似前车靠左，双方互不相让。我就说你进来，你干嘛开中间呢？阿伯没有人帅。五号傍晚4点多，连假收假日，国道大塞车成了大型停车场。西滨快速道路彰化深港交流道，两台车下匝道，车道缩减，前后车抢插队，互不相让，还拉下车窗大吵一架。塞两台车，当然大家都塞了，能抢则抢嘛，这马路又这么大条，对，不抢，对。警方说，假使车道上无故暂停下车，将开罚18000。由于当事人并未报警，是否有并排争道情况，必须进一步调查。收假日大塞车，难免让人开车开道一肚子火。记者陈胜文、林元彬、吴鹏新彰化报道。我是戴立刚，也是气象专家，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，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，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。更多的新闻讯息内容，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